来到了这个一个月一度的这个氪金环节。好，我们先来拉礼包吧。我们就先拉个五到十包，我们先把它拼一拼啊，欢乐欢乐。我应该要酸的更用力一点，是不是？没有啊啊啊！反正我频道现在就这样子啊，除非他现在有一个更厉害的东西啊，否则我们就是边骂低色，然后继续滑，然后别人就说很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这就是在这个 YT 竞争的市场当中，你还要想要苟着活着的时候呢，你就是必须要做这种适当的花费。那这样子呢，除了低色之外啊，其他厂商就会说：哇，这个人看起来好像蛮会氪金的哦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才会有其他的工商，懂吗？这个就跟你在外面出社会也是一样，你就是要学会一直去蹭，然后在背后呢要一直说人家的坏话，然后接着只要在人家的面前的时候呢，就是在说人家坏话的那个我们在背后说人家坏话嘛，然后在他面前就说啊，哎呀，天哪，你好优秀。好，没事，对，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要透过这个紫玉甘蓝的这个暗属性、yeah! 的这种东西，要跟各位来讲一下这个社会的现实面，好吗？就像我一直在私底下在酸低色，酸到不行，直播上也在靠腰他，但我只要遇到他们本人的时候呢，每个说你好，呵呵呵呵，这时候开直播了，哈哈，哦，你们这个紫玉甘蓝哦，好厉害哦，真的是烂到不行啊，哦，然后还要继续，还要继续按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要下一次要讲话吗？因为现在在课的时候是最痛的时候。要这样子才会上麻药的感觉，我才会当作什么都没发生啊、没有，没事，我都没有，都假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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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，都假的，没感觉。以毒攻毒，没错，我们现在就是要以毒攻毒的环节。哎，我记得我的法宝卡好像已经100了吧？我记得应该有100抽吧，所以我法宝卡先不用吧，我们先来个这个十包一下哈。边喷血边打镇定剂，哎，对，没错。好笑的是，排名第一名是水队跟火队哦，干，那我还要抽他吗？你早说好不好？干，好，没事，我不管了，没差 ，anyway， 他来抽吧，哈哈。这是保底吗？我剩六抽，我好不容易想说。我能不能有这个机会不要保底，然后就来让各位来看一下这个游戏是多么的难抽。哇，你好棒哦！哦，我的天哪！啊哈哈哈！好，保底，好来啊，来，特别客人，好，对对对，你很棒，好来来，你很棒。好啊，一堆人都说他很好抽啊，好抽在哪里？来来来来，说好抽给我站出来，来，好抽在哪里？我现在看，我现在绝对不会说好话的，不是啊，啊，东西嘞？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，他已经五星。为什么我这个实抽它一定要一直显示？是怕我花钱是不是？我他妈的就是要边抽边骂了，我就已经这样子花费了，为什么我还要一直按这个？什么你一定要消耗实抽吗？干，我就按了。哦，天哪，这到底是什么？这到底是什么高中生设计啊？啊，我就已经要花了，不然要怎样？哦，好惨哦！我的天哪 ！Oh my god！Oh God, fuck！ 好，我们刚刚2600台币直接给他再棒下去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2600台币升到几星呢？哇塞，哇，好棒哦！2600台币就没了耶！哇，一个十亿圈游戏就这样子 ban， 然后就没了。哦，不止哦。好，没事，我们就买一个那个更好玩的 Switch 游戏啊 ，PS5 的游戏片啊，就这样棒没了。哇！我的银行预警科打电话过来，等我一下。这个，
你好，这里是国泰世华预警科，请问一下林先生，刚刚有没有持续的消费？有，刷了十包。好，谢谢。干十包他妈的只有三星，我干你老师的！好，来继续。哇，好好玩哦！你好，国泰世华预警科。好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妈的！我应该今天要直接说个嘲讽称号，叫做国泰世华预警科。不行，我刚帮国泰世华工商。哦，天哪！不是啊，哪里好抽？你可不可站出来？妈，每次一堆人跟我说，哦，好好抽，到底好抽在哪里？我感受不到啊，哪里好抽了 ？Oh my god， 居血死 ，what the fuck？ 好，然后来看一下，不是啊，我现在。没有啊，之前我那时候在刻那个柠檬皮的时候，还有人跟我讲说，哦，我4000块就刻完了，蹦蹦，你刻的好贵哦，哈哈。干，我就不懂啊，一堆人，没有，我跟你们讲啊，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开个玩笑明讲，就是干他资源就不改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一堆人都说啊，请问一下，这样子小玩家玩得起来吗？玩不起来，不好意思，是没错啊，你可以选其他只角色玩啊，但是就是这种新角色，把每次这样子拉，然后2600下就没了，然后你也不知道你在干嘛啊，对。我对我来说，冰塔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。我玩下来的想法就是这样子，每一次玩的时候就吓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。好，然后就什么最大叠层的时候呢？好，最多六层，最大叠层的时候还可以加攻击力哦，哇，好厉害哟！好，然后持续两秒哦，所以黑麦一秒还两秒，好，然后好，我们继续刻吧，不然怎么办？我不是啊，我这个就拉掉了，干你老师。我再拉个三包吧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到底要拉几包、啊。满星的角色会再抽怎样吗？再抽满星的角色，满星的角色抽完变 N 点啊。我再拉个三包吧，先停停吧，三包就停了吧。三包这样多少？快5000块了吧？快5000块了。这样有5000块吗？790×3 2370+2600，好4970，好三包，好就这样子，我就写台币4970可以刻到多少，好就这样子，我不管了，好来继续吧，然后又一直给我奇奇怪怪的东西，到底在干嘛啊？你看啊，又30抽啊，我又要保底啦、啊！我，我两次保底啊，是吧？他是魔法的，为什么可以给甜辣酱？Hello。我这样子连升都没办法升了，这在，我这游戏好好玩，怎么会这样？这游戏怎么那么好玩啊？活动有给是不是？哦，活动有给啊！哦，好，不然我觉得游戏太好玩了，我要受不了了。哇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哇，这游戏好好玩啊！哈哈，好，然后所以活动有给，然后我看一下。哦，然后所以我现在4星了，对不对？应该不用抽到5星了吧？哇，这个藤蔓可以造成暴击耶！天天机一开始说我不能暴击，然后接下来说我可以暴击了，好棒棒！这什么逻辑技能啊？我不太懂哎。5星的话呢，减少一层所需要的叠层哦，所以只要原本4层变成3层哦，哇，好棒啊，好厉害哦！他会给你拍拍手。好，然后再来我看一下吧，法宝卡的部分吧，好，继续抽吧。哇，又抽歪了呢！哇，歪掉了呢！哇哦！好，不是啊，我要角色啊！等一下，角色才是重点哦！
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！我绝对不会讲好话的。我花了4790，我讲不出好话的，你放心。好，然后来，我们现在还有什么东西？哦，所以我现在这样子抽，好，OK，好了，来，跟各位来讲一下。我们呢花了4790的台币，好吗？啊，抽了多少？哦，抽了四星，然后还有满法宝卡哦，就这样子，好好棒棒，好吗？好，就这样吧，先停损吧，我算了，就这样 ，OK， 我们一个可爱的小水瓶就诞生哦。每一次这个游戏的氪金量就是蛮惊人的啊。然后麻烦这个游戏它就是一个以一个姜饼人系列的游戏来说，我觉得它的氪金量就是偏高，是吧？每三个礼拜改版。然后你三个礼拜改版的时候，如果真的你要稍微跟上的玩家，虽然它是手游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它稍微有点，对，它稍微有点金额比较高，然后再来，而且它很吃运气，因为我自己上一次柠檬皮，我自己是氪了8000多一台 Switch 的价格，然后我只有拿到5.3。就是五星的柠檬皮，我讲一下，上一次我们那时候氪了8000多，我五星的柠檬皮，三星的法宝卡。那这一次的话呢，是氪4970，然后是四星的角色，法宝卡好一点，五星的法宝卡。OK， 就以上两个数字给大家参考看看。好，然后我应该没有，我没有实抽啦，我哪来的实抽？信箱有吗？有吗？信箱有东西吗？有给我回馈吗？哇哦！可是我没有那么多的券啦，哎，差100赚嘞！对，有没有什么活动是可以给我赚的？哦，等等，可以耶！好，实抽，来，最后实抽，好，来，1234567890，哈哈，哈，哈哈哈哈哈，有了，啊下。最好给我变颜色哦，啊没有。没啦，没了啦。故事也有赚啊，没啦，用完啦，没了。好，就这样子好吗？好，就记录了一下那个4970台币，好，四星满星法宝卡，好，就这样。